真的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始上班，我非常看好你，希望你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，不要迟到。好，谢老板。可以离开了。好。下一位。俊杰。老板你好，我叫黄俊杰，叫我阿杰就可以。好，坐。阿杰，那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那个我毕业机械系，对，然后就是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工作，然后还蛮适合我的，我想来应征看看。哦，对，我刚看你的履历表，想说你有得过名吗？而且还是第一名。所以我相信你的表现一定可以非常好。好，那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不会，就是我会尽我努力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始上班。好。那这样，明天8点哦，好，来，不要迟到，好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黑总。集合啦！这两位呢，是今天来的算了，大家好，我叫阿杰。我是徐胜伦，叫阿伦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也会有介绍。那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现在必须靠我们的车厂做出两个房间，然后要去类似参加这个活动，所以我们分两点。下礼拜一的中午12点要准备。好，谢谢。阿杰，今天你订菜的工厂，你有哪里有不习惯，记得跟我说。好，有阿杰先生拨到。当然，都是我们工厂的人。那个老板说要找你的企划，就来跟你说。我觉得，先看你的能力吧，你觉得你可以做？该以前面经验，前面的做什么比较好？炮车吧。炮车，炮车，对，炮车还不错。炮车呢，后面可以多服务。还有前面还有牙花之类的。对，就多方面能力会比较多，对，因为比较复杂。老板要比较喜欢。要出来成品要比较有成就，老板会开心。就努力的往未来一起奋战吧。行人，帮我拿游标卡尺。
点了。前辈说你都迟到，然后又早退，然后可是都没有帮他做，都变成说他都自己在做，然后他常做天做到半夜。像你刚刚开会也迟到，我本来想说你面试的时候我蛮难看的，你怎么会这样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因为那个都没有下来做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老板，你的意思是说前辈骗人哦？可是他是，因为我是他在公司也蛮久的，所以我是来相信他的。啊，我就说，你以后不要再这样，就是好好听前辈的话，不要再出这种错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所以先离开。好吧。啊，不然为什么会这样？老板自己缺的啊。啊，我薪水没多少啊，你也知道我昨天做到三点半，你走了之后就交给我做，是怎样？啊，你是不是跟老板说了？没啊，我怎么没跟老板说、啊？我也是刚出社会而已啊，你可以这样对我？啊，为什么？想到就是了，你这是个新人而已，我来多久了？你凭什么有比我好的待遇？啊，我就想看你怎么样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办啊？
你想知道理由是不是？讲啊！新人就是要垫在那个老鸟后面。